很久没有做这么急的，但是急得很温暖的那种表演，然后就是也是等很久这场，因为那个老板在半年前就一直约要来这边光和日丽这里唱，然后他就这样一直拖到，因为中间一直出国，最近使命走国际路线。其实今年出国很不一样，是为了不像以前是为了表演才出国，就真的自己想要选自己想要去看的一些国家，所以今年的下半年对我来讲是异常的丰富，每天因为去的国家有一半是没有网络的，就是网络比较不方便，让我暂时离开在台湾生活的一切这样，然后再回来看自己的生活，总觉得好像有些地方既熟悉又陌生这样子，然后才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，说要把今天的表演唱的歌，就是以前自己唱啊，但是最近这几年都很少唱的一些歌这样。刚刚那首歌叫《旭》哈，旭日东升的那个旭。接下来要唱这首歌，也有好一阵子没唱了，叫《过生活》。生活。